欢迎大家收看马高斯 TV， 我是马高斯。今天是4月18日，就是英雄帮包场看戏的大日子。唉，之前疫情啊，咁搞到有封戏院，啲戏嘅档期又排到好厚喎。唉，终于去到四月有蒙面超人 Zero One 嘅电影上啦。对上一次英雄帮包场睇戏已经系2019年12月嘅事啦。咁上得当然要搞包场睇戏活动啦。首先都要多谢大家嘅支持先。上一次喺南昌搞咧就有72人参加，今次喺奥海城搞就有83人参加，人又多咗，场又大咗。等阵嘅场面应该会好壮观嘅，虽然搞嘅过程系有啲波折啦，咁但系搞包场活动都系件开心嘅事嚟嘅，可以见到大家。咁之所以我会搞包场活动，一嚟就系想马高斯名下会搞到一啲活动出嚟俾大家啦，二嚟英雄帮呢个 page 其实都开咗几年，所以间唔中都应该要搞下活动。第三咧就系好想有一个空间，可以全场都系自己有，大家都系中意蒙面超人，咁我哋包咗成个场之后。你想 cosplay 入场又得，带埋变身器入场又得，一路睇戏见到主角变身又可以一齐 hand scene 又得。好啦，讲到呢度啦，系时候要行入戏院啦。希望下次先来嘅长板，大家都会嚟啦。不过可能个样就要细啲咯，你。咁今次英雄帮活动顺利完结咗啦，咁我都想讲下今次嘅感想嘅。咁今次活动有80几人参加咧，现场嘅场面其实非常之热闹，咁大家都有带自己嘅玩具啊、变身器去参加啦，亦都有人 cosplay 啦。不过可能疫情的关系啦，上次都有好多小朋友，今次就得一个啦。不过小朋友都好有心机，仲要 cosplay 埋域人嚟，然后而且仲有女仔参加，喺呢方面我都几开心嘅。其实咁希望以后搞嘅活动入边，男女嘅比例都会再平衡翻啲啦。咁虽然今次完咗啦，不过大家放心，只要我个 page 继续运作，只要香港继续上蒙面超人电影，我马古斯都会继续搞活动。好啦，今次呢条片就去到呢度。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活动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今次去完的感想。如果今次看完心思思很想去的话，也可以留言跟我说。好了，多谢大家收看今集的内容，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 channel， 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